目简直太难了。爸，拿到队友的照片后才能捡物资。那玩玩女神的照片，那是说给就给的。我太难了，就这难度水平，给我点100颗小星星都不过分。嗯，玩玩姐姐，我有个不情之要爆照是吧？可以，但你们得猜出照片上哪个是我。嗯，没问题。Everybody 打起精神，都给我睁大眼睛，瞧好了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哪个才是我们的玩玩姐姐呢？我才是第三个。你确定？别慌别慌，好歹我也是有1800万粉丝的人，还怕猜不中吗？请各位小伙伴踊跃发言，红尘我先捡物资了。你们一把 98K 运气还不赖嘛，说不定待会还能来把信号枪呢。哎呀，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100M16 啊，尴尬。不过想要解决歪城的小贼，这200枪枪足以。玩玩，都怪你。珍宝，我又怎么你了？你要是痛快点放照片，没准我就是神装加持了。你想得美。现在我手里居然是一把烫手的 M16、啊、这可能是56家族里最差劲的枪了吧。小老爷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难道还有比它更难用的56步枪吗？换下这把最难用步枪喽！小老爷们，你们觉得最难用的步枪是哪一把呢？哦吼，六倍配上 Scar， 完美组合！我信你个鬼！咋啦，小老爷们？难道平时不用六倍搭配 Scar 吗？那你们平时喜欢用什么背景啊？婉婉，你咋又淘汰一个？珍宝，刚说不练假把式，有本事你也上啊！你又用激将法？那你可看好了，婉婉，你是抢头小达人吗？我不和你玩了。哎呀，剩下的让给你，看我燃烧废品。哦耶，我才是抢头小达人呢。三级头，大菠萝。Oh my god！还是盒子啊，简直就是聚宝盆啊！在座各位肯定没遇见过吧？难道你们还舔过功夫的快递盒？有本事说来听听！你过来呀、啊！如此神装在手，岂能让小贼溜走？珍宝，你别嘚瑟了！玩玩，就咱这装备，能不能神气一点？看好了，是我后这一枪。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进个里。小小，拿下淘汰王，这是眨眼的功夫。Oh yeah！ 还有一个空投等着我，小老爷们，10个多日，我的快乐又回来啦！ 3, 2, 1, go！ 又一把大菠萝，连遇2把，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幸运。各位确定不点个关注，沾沾欧气吗？双菠萝加持，哪有输的道理？盘他！最后一位小老弟，别躲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本期任务圆满完成。Oh yeah！ 小老爷们，你这种富得流油的任务再来几个呗，多多益善。